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叫你认识几个新字，我读一遍，宝宝跟着读一遍。爸、爸、妈、妈、我，我。读得很好，非常棒。现在小朋友自己读一遍，好不好？爸、妈、我。现在呢，让小朋友们给我们组个词好不好？爸爸组个词，用爸组个词。妈呢？妈妈，我。我的，我对不对？我们。我们。现在是例句，我读一句，你读一句。小明的爸爸是一位工程师。小明的爸爸是一个工程师。他的妈妈是一位优秀的教师。他的妈妈是右手的教师。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。国是一个，不是，历史悠久的国家。好，小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开始读这个课文了。我先读一遍，你跟着我后面读一遍。蓝蓝的天，绿绿的山。蓝蓝的天，绿绿的山。我在爸爸前边跑。我在爸爸前面跑，前边跑。前前边边跑，跑。妈妈教我放气球。妈妈教我放气球。五颜六色真好看。五颜六色真好看。小朋友们，请你自己读一遍这个课文好吗？开始吧。蓝蓝的天，绿绿的山，我在爸爸前边跑，妈妈教我。放气球，五六，这是爷六色真好看。读得非常好，非常棒，宝宝，你知道我们今天学了哪几个字吗？我们把它再温习一遍好吗？爸爸妈妈。我，好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帮我留言、点赞、转发，关注我的频道，谢谢，谢谢。